that I'm well away from being a perfect guy. I can't have a bad temper, make a big fuss and cry. And I know that lately it's been hard. We had a bumpy ride. But if you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I make it up for life. So if you want to come back home, I will be cooking Sunday breakfast. Man， 今天天气真的太热了，我今天早上是被热醒的。大家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悲伤的事情吗？对，气泡水 ，Cheers。说到夏天，很多人困扰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长痘痘？我跟你说，我也是，我大概是大家就是见过最晚熟的人，因为我跟你说，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基本上完全没有长过痘痘，但是我大概这一两年以来开始很频繁的，就是固定会长生理痘，然后它最爱长在哪里？长在人中这个位置，他们就是每个月会入住到这边，然后就不走了，就很明显就有一颗东西在那里。我真的是每次经过镜子，看到我的脸上有一颗东西在那边，然后又很痛，你知道我内心的崩溃程度真的是。要深呼一口气，然后安慰自己说这是青春的证明。我自己陆陆续续试过很多款，然后最后呢，我是真的觉得这个曼秀雷敦的 Agnes 暗疮，不对，它叫抗菌暗疮贴，是我觉得最温和，然后最有效，然后速度也最快的。同时，曼秀雷敦也是日本 number one 的暗疮品牌，所以品质是完全不用担心的。一开始长痘痘的时候，其实我是蛮慌张的，因为我没有太多经验，然后我也不太理解痘痘的原理是什么，所以我上网也做了很多功课，然后才了解到呢，如果你今天长了一颗痘，然后那个脓头你没有去处理它的话，那个脓它就会被吸到皮肤里面，然后等你把痘痘挤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很容易留下痘疤，或者是那个细菌渗透进去，所以你会更容易重新在那个位置长痘痘。有在长痘痘的善男信女们，你们应该都有用过它吧。那这个呢是日夜高效型的，所以它里面有两款，一个是日用，一个是夜用。这个 Agnes 的暗疮贴跟其他的暗疮贴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添加了抗痘成分，所以它除了是一层隔绝痘痘跟外面脏污环境的屏障之外，它还可以同时之间帮你抗痘，所以你痘痘恢复程度是比别人可能快2到3倍的。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就是贴了痘痘贴之后，那个痘痘就被就是关在里面，然后可能会有细菌啊，然后就会恶化。但是它里面是有抗痘成分的，所以有经过 SGS 的测试，在24小时之内都可以有效的隔绝细菌的滋生。那首先这个日用的它只有0.02公分，然后很薄又是雾面，然后又很贴近肤色，所以如果你不仔细看或是很近的看，其实你基本上是发觉不出它在脸上的。我的各位观众，是 Serena 在我的对面，你从这样子远距，哦 sorry， 我踢到，sorry， 哎我看到那个白头，哎，对啊，然后我贴在哪里我自己都忘记了，很厉害，这里我觉得是三个里面最贴的，但我看到吗？好像在扒自己的皮了，它会很不舒服吗？不会，其实贴上去是真的，就是很贴。哦，接下来了，我们会不会太没默契了？一来呀，一二三，一二三 ，OK。那另外这个夜用款的，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小东西，因为我自己用了大概用了整整2盒吧，我觉得它真的是。很有效。那因为它是亲水性的物料，所以它的吸附力更强。然后虽然有点 TMI 啦，但是我之前有一次啊，那个人中这边长了一个超痛超大，就一看就知道快要爆出来的那个痘痘。然后我前天晚上贴了之后，我隔天起来，我撕起来的时候，哇，那个白色的东西被拉出来的那个瞬间，我的心里真是觉得超有成就感的。另外，其实我昨天晚上这边长了一颗小小的痘痘，然后我贴了一个晚上之后，今天就已经差不多好了。如果它不是很严重的痘痘的话，其实你可能从早上贴到晚上，或是从前一天晚上贴到隔天早上，你撕下来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消得差不多了。在痘痘消下去之后，很困扰的一件是什么？就是痘印的问题。我自己之前其实就买过一个 Agnes 的暗疮除疤 Jelly，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还有粉底？
它除了可以淡化痘印啦，然后抑制黑色素的沉淀，帮助皮肤的细胞再生，可以更快的让皮肤受损的地方复原。那因为它的质地是这样子淡淡的 jelly 状，其实很好吸收，所以如果你有时候想要加速让痘疤消的时候，你可以在上妆之前先用，然后等它吸收之后就可以正常上妆。我自己的经验的话，大概是两个礼拜就会消的差不多了。我自己觉得我最近的皮肤状况真的好蛮多的，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就是前几个月就是比较认真的在用痘痘贴，所以等于每一颗痘痘它长完之后，它复原程度会比较好，所以就比较不容易在同一个地方再长痘痘。所以我有几个小小的 tips， 可能大家都已经听过了，但是我觉得这几点真的你做到，你痘痘的问题就会减少很多。首先第一个是注意卫生，那这个就包含了你所有会碰到脸的东西，包含你的洗脸毛巾啦、你的浴巾啦、你的枕头套、你的被子、你的床单。因为我自己亲身实验，我发现这一点真的差很多。第二个当然是脸部的清洁，包含你平常卸妆卸的干不干净啊，你清洁的干不干净，这个也是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再第三个就是千万不要乱挤痘痘，因为我以前就是非常手残的那一个，我就很爱在那边挤粉刺啊、挤痘痘。你挤是可以挤出来啦，但是对你的皮肤真的不好，然后会留下一个一个的坑洞。再来这个比较 personal 一点，就是你可以去观察你平常的饮食有没有吃了什么东西之后好像隔几天就会比较容易长痘痘。那通常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辛辣类的食物或者是牛奶，饮食跟皮肤真的也是脱不了关系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心理因素，因为像我自己压力大的时候也比较容易会就是皮肤状况很差，你的心理要先整理好，然后你痘痘才会心甘情愿的离开你。当然我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痘痘肌，那如果你真的太严重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可以去找医生。但是如果你是像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时不时这边长一颗那边长一颗，找到对的 product、 对的 routine， 包容长痘痘这件事情。 Hello， 我刚收到一个包裹，应该是我前几天订，是我期待很久的东西，开箱给大家看。因为我最近想要开始在家里做 hand drip coffee， 就是手冲，然后我今天买的所有东西都是伊恩推荐给我的，所以应该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吧，毕竟它这么龟毛。对于咖啡，这个的名字叫做 dripper holder， 然后它的 brand 叫做 origami， 是一个日本的品牌。我可能对咖啡还不是太熟悉，但是我印象中这个 brand 好像是在业界还蛮有名的。哇，这也太大了吧，它好像应该是这样子，颜色好像还行。然后我发现我忘记买滤纸了，哎呀呀。再来是这个颜值非常高的 Kettle Stack EKG Electric Kettle， 然后其实我本来想要买黑色的，但是因为黑色已经完全缺货，所以我就改买白色。但是这个白色其实很有质感，它是有点微微磨砂的质地，所以这个是 Ian 推荐给我，就是可以看到水的温度的一个 Kettle。有没有觉得颜值很高？好开心啊！开会。喂。现在要去我家附近新开门的一家韩国超市。我那天经过的时候看到它开门了，哇！我整个人心花怒放，因为你们知道我最喜欢吃的料理是什么了吧？韩国料理。但是感觉吃太辣太重口味的又要长痘痘了。超市回来，然后因为这个五花肉今天买二送一，所以我就买了三包。看到五花肉我就特别想要吃那个辣炒猪肉，除了辣炒猪肉之外呢，我刚刚有看到这个鱼板，所以我打算来做一个简单的鱼板汤。
他尿布。就从该校退学，脱贫辗转进入了加州州立理工大学，主修农业生物。I scrolled down the Insta page, saw a picture that I didn't want to see. He had his hand around your waist and a smile on your face lik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t was only 8 months ago, he was holding your hand, slow dancing and kissing the top of your head. And I don't know how to compete with that, cause you were friends, you were kids. 但我发现吗，我今天穿的是那个 No Sister, No Life 的衣服。我想准备要去洗澡了，然后我准备要撕下来了，我想说撕给大家看。我刚刚已经洗过手了，然后我现在这样子摸已经比早上那个鼓起来的感觉消下去很多了。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看到，但是上面其实吸了很多就是脸上的那个油脂。Oh, hello guys. 今天去韩国超市嘛，所以我买了 Hype 啤酒，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白葡萄的 Soju。 但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 Sobe 算是我最喜欢喝的酒的前三名。我好像已经在 Vlog 里面讲过不知道几百万遍，其实我也不知道量对不对，但是我家有这个就是很小的杯子，我就把它拿来当烧酒杯好了，应该是没有差太多。今天不是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痘痘的故事吗？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青春期的时候真的是蛮晚熟的，就是我整个人都很晚熟。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但是我小学的时候都是按照身高在排那个座位的嘛，所以我永远真的是几乎是 forever 都是坐在第一排或是第二排的中间，就基本上是全班的大概前四分之一的高度那种。我好像到上国中的时候13岁，然后我都还只有150公分，那我妈那时候就超级担心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感觉进入发育期之类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是青春期嘛，那我就发现说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来月经了，然后我一直等一直等，然后直到我国三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来月经。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们班那时候应该有31吧32个人，扣掉我们班有4个男生，就在20多个里面我是倒数第二个来的。然后呢，也是我从国二到国三的那段时间，我突然之间拉高了大概12-13公分。我现在的身高是164，虽然说很多人说从影片看起来我好像我很高，但是我其实只有164。我现在有点忘记我那时候的就是心态是什么。如果起跑的比别人慢，也不要太过焦虑，好像为什么别人都跑在前面了，然后你还在就是慢慢的追。就像被讲到烂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虽然有些人可能跑得很快，他可能是跑到前面之后绕了一个圈才又回到他的路上，你可能就是一个人慢慢跑，一个人慢慢跑。我也不是说好像绕了一圈的那个人就是比较不好的，而是他可能在绕了那一圈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不同的风景，所以造就了未来不一样的他。那你可能在这条路上用你的步伐，你看到了你自己的风景，然后造就了现在的你。我会想到这些是因为我今天其实跟我之前大学的一个算学姐嘛，我们是同一年毕业的，然后毕业了之后我后来回到 Asia， 然后他就留在美国，这样就是我们彼此都已经变了很多。然后但是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发现我们都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可以跟对方分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我的 podcast， 或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影片里面讲过，就是我刚毕业的那段时间，我一度觉得说哇，我好像都比不上我就是同年毕业的朋友。我现在已经可以在聊天的时候把他笑笑的带过，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有点很开心自己已经过了那个坎，就是看到大家都在努力的生活，就觉得自己也很满足了。这样跟我刚刚一开始要讲的东西完全无关， I'm so sorry。 然后我跟你说，我最近又重新迷上了一部剧，然后是我之前一直没有能够看完的，叫做 Reply 1988。 我知道现在镜头前面的很多人说你怎么可能没有看过，但是呢我现在终于可以 get 到它为什么好看，然后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你看到现在的话可以留言在下面跟我说你心目中前三名的韩剧是什么。我自己现在前三名的有点难选，恋爱的发现，今生是第一次，我也很喜欢机智医生生活， Reply 1988，2521也不错啊，有点难排名，大家可以留言在下面。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still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e